VTuber 模拟器有被那个濒临绝种团的十五号，然后参哥焦兔都有玩，然后对你来说是像成果发表会一样，对，也算是圆梦啊。我也是看大中天长大的。小王都走走走，别搞啊！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这个六边形战士阿烟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玩这个脑洞量表。台湾 U 的送外卡。我跟你讲，我直接来了，好，不怕，反正这是他们的计划，这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只能说 deepfake。哦，范冠玉，我的应该是脱口秀，你要讲谁？你要讲，好，我要讲出来，你要讲，真的有意思，哎呦，你是这个吗？你是哪一个？你不是这个，我不是这个，你们就直接讲没差，你的讲更没差吧？不是，我就是。我的就是黄色的西瓜。OK 你呢？很喜欢讲地狱梗，讲出来，讲出来是谁嘛？你，谁？哦，我知道，你，陈建平啊。那我要讲哦，好，在 D 卡的国栋，国栋在 D 卡上搞不好大家蛮是吗？是吗？不是。我想讲那个帅哥 FBI。我们刚不是一二三四吧？我们刚不是一二三四啊？我的不用想了吧？你的应该就真的这么强吗？我的这么强？我起码我脱口秀演员，我算是最高的吧？我觉得你应该最高。我有人一半讨厌一半喜欢。我觉得他，你应该最强。不能被暗示。可是讨厌居多。那你先放。好。好想的啦，我觉得你是最高的。哎，没有，我差不多要出去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你是最高的。真没有，我差不多出去了。我差不多要出去了，相信我。我有人不要这么逼你。我怎么跟他讲，帅哥 FBI 不可能是最好的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来吗？哦 ，OK。再来是我了，就是你跟你，那再铁牛了，不可能是最好的。Yeah！ 哇！谢谢西瓜，谢谢有一个这么顶的，这么顶的，可以让我们踩得住脚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基地打得好。目前也是小梅的外包剪辑之一啊。哦，对，听说小梅很惯老板。没有，我刚刚正想讲，基本上小梅这个东西合作快一年，那其他的时光组应该也都是可以顺顺合作下去。没有，我们这边使用小梅来替代所有高人的。对，不是在笑他，对，不是在说他，对。如果我们要说，我们会叫胡靖文，我们不会叫小梅。我来这边大概八九年，重了40公斤。哇塞，那真是直接伤害了啦，就换个那个啊，升降桌啊，可以站着工作的啊。那又到缺钱的部分了，说点哦，那个也不便宜。不然你去跟小美谈了一下薪水升降桌。然后我们阿美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什么人情味。你讲吧，我刚才想说，脾气。小美，我叫大中天。